Inside the wall, inside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cry. 哇 ，Polly 呢层楼都好旧噶咯，而家好有历史噶咯。系啊，头先都讲咗啦，都有成四五十年噶啦。不过咧，呢度咁旧，咁多翻新嘅工程，会唔会影响到我哋拍摄噶？唔使惊，我哋有专业嘅器材噶嘛，同埋咁样仲好啦，有啲现场感。行啦，继续，好啦。Said, come on now. If you say goodbye, my soul will cry out. If you stay with me, my spirit will cry out. Polly, Best System 咧一直都开发好多嘅产品咧，俾唔同嘅客人使用。不如今日咧，我哋讲一啲经典嘅产品啦，同埋啲代表性嘅用户。好啊。咁如果讲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嘅话咧，如果唔知嘅，连港铁咧都用紧我哋呢套系统噶喎。嚇、啊！你唔知道啊？其實東亞銀行都係用緊我哋嘅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噶。哇！咁勁噶。不過咧，我知道我哋呢套系統係好 user friendly 嘅，所以咧港鐵咧就買咗我哋系統嘅 license， 利用系統入邊嘅 Full Designer 咧同埋 Font Designer 設計咗幾百個合適嘅 workflow。係啊，東亞銀行大概有六七成嘅業務都係用我哋嘅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噶，但係同港鐵唔一樣嘅就係、是、用我哋專業服務社嘅 flow 嘅。嗯，我知銀行業嘅 flow 咧其實有好多個喎，而我哋嘅系統咧就有好高嘅 capacity， 可以滿足銀行業喺一方面嘅需求。啊，咁即係一句講曬，客户可以買個 license 翻嚟自行設計佢哋嘅 flow 又得，用我哋所寫嘅 flow 又得，總之非常之靈活有彈性啦。講到 Fast Account 嘅話咧，我知佐丹奴同埋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啊，都有我哋 Fast Account 噶。我知啊，佐丹奴大部分嘅東南亞業務咧，都係我哋 Fast Account 噶，包括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印尼同埋中國大陸等等。佢哋泰國嘅公司咧係用新 Account 嘅，澳洲咧就用 MYOB， 中東嗰邊咧就用 Tally， 所以咧 Consol 報表對於佢哋嚟講咧好重要噶。Fast Account 的強項就可以整合不同系統的數據，以前做一個 console 要一個星期以上，但現在兩天就可以完成了。哇，真的快很多哦。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在國內業務除了大城市之外，連成都、重慶、南昌、杭州、北至哈爾濱、南至海南島都用過 Fast Account。 而海外的呢就有英國、美國、新加坡，其實他們都有考慮過用 Oracle 和金蝶，但是又覺得 Oracle 太貴，而金蝶就是欠缺國際化，而我們的 Fast Account 就可以符合他們的要求了。如果講到 HR Management System 的話，就一定要看這個合夥實驗有限公司了。是啊，合夥他們有很多不同的 BU 的，例如有酒店、物業和公路基建的。是啊，所以其實他們用的一個 License 就可以滿足不同 BU 的人力資源管理需求的了。而且同時咧，我哋都提供呢、一個專業嘅 implementation service 俾佢哋噶。係啊，系統可以幫佢哋處理員工日常嘅出勤啦、薪金同埋職位空缺等等嘅，而且仲會提供 e-platform 俾佢哋員工使用嘅喎。其實 e-platform 咧好似就包括咗呢 e-leave 啦，員工咧可以透過呢網上平台咧抹低呢個放假請假啦，而 e-personnel 咧就係俾員工咧查閱翻薪金嘅資料啦，同 update 翻個人嘅資料。仲有 e-appraisal 添，仲會提供員工嘅評分平台，可以減少好多紙張嘅浪費之餘，亦都慳翻好多時間㗎。
最愛做小王。呢啲我知啦，不過我都係最近先知道，原來安樂工程集團都係用我哋嘅 JMS 股。搞錯啊，咁遲先知。安樂工程集團咧係全港最大嘅其中一間環境工程公司之一嚟嘅，佢哋提供呢個風火水電啊，高潔設備工程服務。而我哋嘅 JMS 亦都有好高嘅 capacity， 我哋可以為佢哋設計一套合適佢哋嘅 ERP， 可以幫佢哋控制 project 嘅進度 ，budget monitoring 同埋 profit recognition 嘅。係啊，其實到系統咧，仲有呢個財務管理啦，同埋咧亦都有呢個維修服務嘅 recurring billing 嘅。而且我哋嘅系統亦都係支援佢哋日常 operation， 超過200名嘅工程師咧都用緊呢個系統㗎。就係咁咧，安樂工程集團公司先會揀我哋嘅 job management system 作為管理佢哋咁多咁大嘅工程嘅，因為有好少系統可以做到前台同埋後台嘅綜合分析處理㗎。好啦，話咁快咧，今集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喎。如果大家對我哋產品有任何查詢，歡迎瀏覽我哋官方網站 www.xpatch.hk， 又或者致電2967-1283預約免費嘅系統諮詢服務啦。下一集再見啦，拜拜。文啊，我哋有學。哎，好啦好啦，教你哋啦。好啦，等我教你哋。最簡單嘅食飯點樣講啊？食飯就係 papur mo goyo。papur mo goyo。papur mo goyo。怕咩啊？阿爸，你學好啲啦。好啦，我教多你一次啦。papur mo goyo。papur。papur 咩話？哎呀！算了，好意義呢都係女仔。1, 2, 3, 4 Folia, best account Folia, 我知道講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嘅話咧，我知港鐵啊 ，sorry， 所以港鐵咧就買咗我哋系統入邊嘅 license 啦，利用系統入邊嘅 Form Designer 咧，做 Form Designer 咧，設計咗合適佢哋嘅工作流程。係啊，sorry， 繼續。我哋嘅系統咧。咁如果講開 phone management system 嘅話咧，我知啊 ，sorry 唔係，我知啊，我唔講其實東亞銀行都係用緊我哋嘅 phone management， 咁即係一句講曬，客户咧可以用。係咁樣咧，所以安樂工程集團先會揀我哋嘅 job management system 作為管理佢哋咁多咁大嘅工程嘅。所以安樂工程集團先會用我哋公司嘅 job management system。